桃园地检署长期配合法务部推行义福社会劳动制度，例如去年九九重阳节，带领社会劳动人在平镇市种植景观绿肥，为农业注入爱、注入希望。桃检署主任关护人黄金岛说，今年义检进家园专案为龟山乡农民眷属献上心力，劳动人也以劳动服务时数折抵徒刑或罚金，秉持感恩与回馈之心。关护人林家勋表示，这个法务部他们就是从1998年九月份开始推动义福社会劳动的制度，那就是用社会劳动代替一些短期刑要入监服刑的人，让他们可以就是不用入监服刑，那可以在社会上生活，然后也付出自己的劳力，那对社会有贡献。这次社会劳动里面有社会劳动人，他是具有理法的专长，所以安排他们来到这边，就是帮这边的居民做义检的服务。那我们再来这边做义检的同时，也出动了其他20名的社会劳动人到这边来帮他们做一些环境的清洁整理这样子，所以原则上都是老人家住在这边。很感谢我们地检署，还有我们龟山清洁队哈，安排这个清净家园，也感谢现在安排这个义检的一个工作。